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科注第699页最后一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又观经曰，从这看起啊，观经曰：八种清风从光明处。这八种清风呢，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啊，在二十品第一面，八是四方四维，就是八方的清风。观无量寿经曰：八种清风从光明处。念老这个地方也引用这些句啊，同复同记曰啊，观无量寿经传通记里面说的，说八种清风者，金家无畔，金家是善导大师啊，这是善导大师们呢记下来的啊，善导大师没有细说啊。天台云啊，智者大师，天台智者大师说：八种清风者，彼处啊是无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春夏秋冬啊，没有世界。若记此八呢，为除上下于四方四维，也是这个说法。经上常讲十方，十方有上方有下方，那现在除去上方下方，那剩下来四方四维啊，所以可以说八啊，也可以呢对八卦也。那么这是就中国古人所说的八方啊，八卦也是四方四维啊。无疑说中八方圣清之风，与观经中啊八种清风啊所指引同。总之彼国清风
乃众峰中尽，从光明处，故曰得峰也。那么这个得峰是真性的，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。啊，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风啊不一样。我们所讲的风是空气在空中的流动啊，而变成了风啊。那么这是德风，自然徐起啊。会疏里头说徐起不迟不时，时是机，这个风非常温和啊，适得其中。愿力临奈，信不造作，故云自然啊，自然确确实实，它不是，它是愿力，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。啊，这个风呢，没有造作，啊，也就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原生的，啊，它是从阿弥陀佛愿力，阿弥陀佛愿力有德风，而德风里头有音声，音声也是讲经说法。啊，所以说自然来念老有个简单注解，指一切孔窍即夸之类。又中华大字典里面有解释，庄子齐物论，人来在彼竹，地来在中窍啊，天籁呢，在人心自动是也。故知愿力临籁呀，正表弥陀本愿心力的自然受用。那么字典里就指庄子齐物论啊，人籁哦，这个来参考资料里头也有孔穴里发出的音声啊，泛指声响，我们多半用笛子做比喻，笛是从柱孔里面发的声音，箫也是这一类啊。这是人造的这一些乐器啊。那么地籁呢？地也出声音，风吹洞穴发声音啊。在山谷里面，我们常常遇到啊，听到天籁。在人心自动啊，那么这也是说明宇宙之间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一念，心动就是念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故知西方极乐世界的风从哪来的？阿弥陀佛愿力啊，变现出来的，所以正表弥陀本愿心力，自然的功用啊，无需要作意的啊。到时候德风，你看他给你指的，吃饭的时候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吃饭的？没有
啊，那美于事实呢？这是我们这边一般讲的。啊，早晨、中午、晚上。啊，此地特别为我们说明，西方世界没有早晚，啊，它没有时间。时间，我们这个时间是从白天、夜晚交互产生的。地球的自转，面对着太阳，白天，背着太阳的是黑夜、晚上，啊，这样产生的时间观念。如果我们离开地球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在太阳系，这个九大行星都有这种现象，有面对太阳，一半呢面对着背对着太阳。但是自转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啊。那么我们地球的自转24小时，这叫一天，所以有时间时分啊。那么在月亮里面就不一样了，月亮自转跟公转相同的啊，公转就是月亮绕地球转一圈，它的自转呢，转一圈呢，跟绕地球一圈相同，所以我们看到月亮看不到背后，啊，只看到这一面，背后那一面永远看不见，因为它的转的速度不一样，啊，我们观察，啊，像观察火星，观察木星。啊，都能够看到它背面。啊，它绕距离太阳远，绕太阳时间长，啊，一年比我们时间也长。每一天自转的这个速度的时候，每个星球都不一样。啊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。西方世界是不是一个星球？我们方便说，哎，也是一个天体，是个星球。啊，实际上不是的。它如果是个星球，它的物质现象决定是阿赖耶的相分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跟阿赖耶完全脱节了。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啊，生是坐在莲花上到极乐世界去的，坐上莲花，莲花一合，阿弥陀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这就产生莫大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就是相宗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啊，在莲花里头自然就转变过来了。娑婆世界这个身心没有了，啊，变成法性身，到极乐世界现的身相，到达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那个身体跟阿弥陀佛身体完全相同，啊，身相的高大不可思议。世尊在
观经里面为我们介绍过啊，相好光明，真的是赞佛记上说的无等论，没有能跟他相等的。啊，身有84000相，每一个相有84000随心好，每一个好放84000光明，每一道光明都有诸佛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光明里面看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，这不可思议。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啊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啊，所以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，阿惟越致是法身菩萨，身是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啊，法性只要是这个佛法里头，只要讲到法性，我们一定要想到圆融无碍，发性圆融无碍啊，发性没有大小，确确实实是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个世界在法性之内，不在法性之外。我们跟极乐世界只是迷悟的差别，悟了就是极乐世界，迷了释迦牟尼佛的秽土六道，这个意思很深，这确实属于高等哲学啊，这个现象也是高等科学啊，科学跟哲学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？现在还不能啊，将来呢？将来也不能达不到。这佛说了，这个境界为真方知啊，科学所用的这些仪器侦测宇宙奥秘，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他用第，我们是用第六意识，第六意识在80里头功能最大，与它相应的心所51个，全了，一个都不漏啊，其他的啊，像摩那识、阿赖耶识、前50相应的心所多少不一样啊，唯有第六意识51个心所通通具足，它能量最大。佛说它对外圆，外面能够圆到宇宙的边缘，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，它有范围的，它不是无碍的啊，宇宙之外它圆不到，阿赖耶之外他也圆不到啊，所以我们知道科学再往前发展
会发现物质是这个秘密揭穿了念头，科学家还不知道它的谜底啊，现在只发现生灭的速度很快啊，念头一起来立刻就灭掉了啊，什么原因起来都不知道，是没有原因啊。那么佛法里有原因，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啊，佛经上用这个转的意思用得很好，转是无常的，转是多变化的，啊，真是这个样子，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，啊，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弹指32亿8000念里头的一念。啊，我们凡夫不知道，这个现象的发生就在面前，就在当下，毫无感触啊！啊，谁能见到呢？8地以上啊，佛经确实是科学，科学是讲证据，8地以上的菩萨。见到了，证明了啊！所以佛说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见到的啊，8地以上就很多了。8地菩萨、9地菩萨、10地菩萨、等觉菩萨，统统能见到啊。那么佛说这些菩萨都可以做证明。他们都见到啊，佛不是妄语，不是自己想象的，事实真相如是。那么佛说转向从哪里？从业相来的啊，一念不觉是业相。二有无明是阿赖耶啊，阿赖耶三细相从哪来？从不觉来啊。一念不觉从哪里来的？一念不觉确确实实没有原因啊，而且佛用的这个语用得非常巧妙，佛教的这个东西一念不觉叫无始无明，它是无明。无始什么意思？很久很久以前说不出时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无始就是没有开始。啊，明明有这桩事情，怎么说没有开始？我们说他有这桩事，这早就过去了，早就不可得了。你想，我们动一个念头，我们说一句话，那是多少年头？弥勒菩萨说的。我们换算现在时间单位秒，一秒钟1600兆个念头，你说它有时吗？有时就是承认它是真的，有时就有宗，它没有时啊。你说的是他没有了，找不到了
啊，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第三个念头又起来了，每一个念头都是无始无终，都等于零，皆不可得。啊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画面，这个画面是眼睛张开看这个外面境界，这是个画面。啊，让我们看到这有人，有房子，有山河大地，有天空，那是多少个妄念聚集在一起产生的幻想。这个我们可以从实验当中得到证明啊。啊，我们坐在高速度的火车里面，啊，汽车的速度还没达到，啊，日本的子弹火车，啊，台湾的这些高速的火车，一个小时300公里，啊，这是它标准的速度。啊，快的时候，最快的时候，那个车我坐过，啊，最快到350公里，啊，很少，啊，一般正常是300公里，300公里的速度。这个车小站不停，啊，大站它停，到大站它减速了，啊，在小站它没有减速，小站通过都是300里，标准速度。那么车站月台两边有人，我们坐在火车上有没有看到？看到影子，一下过去，一下过去，一下过去，人的男人、女人看不出来，相貌看不出来，啊，这是这个速度，是一秒钟的几分之几，就看不出来了，啊，那我们老式的电影。是用幻灯片组成的，现在叫动画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放出来，放映机的速度是1秒钟24张，24个画面，一秒钟看清楚了，你有什么都看清楚了，一秒钟，啊，半秒钟也行。啊，半秒钟能看清楚，没有一秒钟那么清楚。半秒钟，1/2秒。啊，现在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眼前看的这个生灭的速度，是1秒钟1600兆，1600兆次里头的一次，你能看到吗？就在你面前呢，一天到晚从来没有中断过，你怎么完全不知道啊？啊，我们相信佛经上讲的全是真的了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就在眼前。为什么完全不知道？因为他在1600兆分之1秒的状况之下，我们的心是动的，我们这个念头起灭，没有办法捕捉到这个信息。
所以就在面前完全看不见。啊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，我们用电影来做实验，啊，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放过24张，我们只留一个画面，那就是24分之1秒，其他的23张通通把它抹黑，没有东西，只有这一张在放映机里面放，我们的荧幕瞪着眼睛来看，啊，细心来看，瞪着眼睛，会看到什么？光闪了一下，就没有了。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见？只看到一道光，印象里有个光，立刻就没有了。24分之1秒，在你面前瞪大眼睛也没看见。啊，要看到这光里头有些什么东西，至少要把它缩短到1/2秒。啊，1/4秒呢，大概就是像我们现在坐在高速铁路车厢上的时候，看到月台上那些灯那些现象。啊，所以在这种高频率之下了，生灭几乎相等。说生就是灭，说灭就是生。生灭同时，生灭不二。啊，所以佛说无生呐。根本不存在啊，每个念头都不存在啊。念头累积来还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怎么能把它当真呢？所以佛总说一句话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所有一切现象统统等于零，归零了啊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全都等于零，根本不存在呀！啊，那么这一桩事情，科学家证得了。啊，现在他知道物质是假的，根本没有。我们相信，再过若干年，他会发现念头也是假的。啊，念头是从。啊，物质从念头产生的，啊，物质是假的，念头是能生，它是真的，再证明念头也是假的，啊，佛说念头是阿赖耶业相变现出来的。业相就是一念不绝，一念不绝叫无始无明，无始就是没开始，也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呢？这些假的东西统统放下了，你对它不起心不动念，真的就见到了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没停止，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啊，这些物质现象包括身体，每一个细胞通通都是意念变化的，接触外面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包括虚空法界，
也是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啊，都在1600兆分之1秒，相思相续。这才叫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什么叫相似相续？因为前念跟后念不是完全相同，没有一个念头完全相同，假的。啊，那么从物质现象来讲，今天量子力学家证明。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我的看法绝对不会超过50年。我认为20-30年，物质现象、自然现象的真相会被科学家证实，全世界的。啊，科学家能不能坚信？不能坚信。为什么不能坚信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他没放下。这个东西放下了，他就坚信了。啊，所以科学家要到这种程度啊。他要真的愿意把这个放下了，他就是菩萨，就成佛。他已经到了这个边缘，就差这一关过不去。啊，真在这个时候，万法皆空，万缘放下，就成佛了。凡夫成佛，怎么成？放下就是啊。佛在《大小乘经》上都说，人没听懂啊，不肯放下了。佛说的多清楚，放下执着，就成阿罗汉。放下分别，就是菩萨。放下起心动念就是佛啊，修怎么修啊？佛说了84000法门，哪个法门都能修。修什么？修放下啊，放下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再放下。所以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就这2样东西，相辅相成，好像爬楼梯一样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啊，一旦明心见性。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，为什么？你见到它的源头了啊，宇宙这些万物从哪里来的，你完全明白啊。何况自性里头本有智慧，本有德能，本有相好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外头没有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有这样殊胜庄严的身相，自性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有一切现象全都是假的，变化所作，
到那个时候，变化随心随意。啊，念头才起，就如意的变化就现前，不从外来。大乘经教的常说“归无所得”，啊，归是回到老家了，回归自性，回归自性有没有东西得？没有，全是自性本有的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自性本有的，不有怎么能现？一真法界自性本有的。啊，极乐世界自性本有的，不是本有就不能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念老最后的一句写得很好，故知愿力临难呀，临难是形容啊，就是形容阿弥陀佛的愿力。那临难能够升起丰盛。啊，阿弥陀佛的本愿心理自然的共有啊，也就是本愿心理让自信升起这个现象啊，八方清风，我们看下面这段。以下呢，分行风德，这个德有什么好处？风有什么好处？风在说法，受名风鼓妙音，德风徐动，宝树宝网，清风在吹，宝树宝网上悬挂着网。悬挂着装饰品啊，树呢枝叶，风吹树叶会动，树叶碰到树叶就会有声音啊，像我们用的风铃啊，风铃挂在外面，风一吹它就会响啊，极乐世界这个音声里头在说法，说无常苦空啊，无我无常苦空，说这些小乘教啊，说波罗蜜多大乘教啊，设小乘大乘，包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的法就更多，无有穷尽呐！啊，这一些微妙法音，所以你想学什么？啊，真正相许。我们现在程度顾不上，烦恼习气重，也没有缘遇到善友，谁教给我们？自己辛辛苦苦去研究，可能研究一辈子也没收获，
怎么办？啊，不如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，万缘放下，求成净土。到极乐世界，想学什么法门，在那边学，不在此地学。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了。啊，因为我们在净宗经典里面下了这些功夫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对极乐世界越来越熟悉，啊，越来越明白，它不是假的。啊，何况自古至今，许许多多念佛往生都留下的瑞相。啊，那么这些人留瑞相是给我们做正传。三转法轮，世尊讲经劝导我们，勉励我们修行。啊，三转法轮世转，啊，劝转做正转。啊，是做样子给我们看。多少人往生，我们看到的样子。我们应当要相信啊，应当要发愿求生，应当要认真念佛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可以说一切圆成、圆满成就。啊，我们没有白来啊！啊，往生的世界，我们明白之后，啊，就会相信时间是足够用。要意味真心，我们接着看下面注解：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是四谛法中苦谛的四相。啊，心以为。非常苦空非我，啊，居舍论第二十八卷，待缘故非常，就是他必须要因缘和合，啊，如果没有因缘和合，他就不会现象。啊，所以它不是常的，常是永恒不变，它是会变的。啊，所以非常，逼迫性故苦。啊，以人来做比喻，人活在这个世界。是不是逼迫性？真的，佛说的一点不假。一天必须要三餐，这就逼迫性；一天必须要睡眠，啊，其他的不说。逼迫性是自己做不了主啊。那除此之外，每一天需要工作，需要为生活着想，
啊，生在太平盛世，日子比较好过；生在无着我世，日子太难过了，不好过。啊，生在这个世间是逼迫性，死了以后还是逼迫性，比这还严重。所以苦啊，佛说三界同苦，啊，欲界有三苦八苦，色界有坏苦、行苦，无色界连身体都不要了，啊，他苦苦没有了，坏苦没有了，但是他有行苦，行苦就是他那个境界不能够永远保持，啊，时间到了，定功失掉了，一定往下堕落。啊，佛告诉我，三界、六道，只有苦，没有乐。啊，四生法界里面还是逼迫性，啊，但是逼迫比我们轻，往上一层比一层轻，到最高佛法界，一片无明没有断，那就是逼迫性，啊，他必须在那个地方修。修什么？修不起心不动念，真修成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这才超越，往生到十宝庄严土，啊，我们叫一真法界，啊，在一真法界得的身就是法性身，跟极乐世界得的同样的身。啊，在那个地方等待，无时无明习气完全断干净了，就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这个时间相当长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，在极乐世界，这个时间可以缩短。啊，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力的这个威力加持，啊，不但方便土同居土得到圆满的加持，十宝土也不例外，啊，正因为如此，十方世界诸佛才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称赞不是一般诸佛如来能得到的。啊，为我所见故空，为我所见故非故，为是为备也，不是顺着我所见的，我见不到啊，它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。我们讲刹那生命，实际上刹那的时间很长，啊，刹那生灭，天眼能见到，啊，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都能见到，啊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念，这些人见不到。
啊，那要八地以上才见到，这故空。啊，为什么是空？纵上住起，啊，纵观前面这些住起，这鼻脑是苦，鼻破心，生起烦恼，这是苦，苦发牵流，啊，刹那不住，遇到缘它就现行，所以非常，见有男女业意住相，啊，这是我们见到的，有男有女，有业有意，就是千变万化，而实我有，为我所见的叫空啊。啊，我们眼睛看的人看花眼了，以为是真有啊，不知道就在面前啊，它的生灭速度，你讲频率是一秒钟1600兆次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，从来没中断过，从我们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都没有中断过，我们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它还是相续，它并没有断掉，断掉叫问题解决了，它没断掉，依旧相续啊，到什么时候这个现象才没有到成佛？我们没有真正成佛，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空间，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啊，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啊，除非你真正正如大般涅槃，那就是一切真实，那就不是假的了。所以说空啊，苦空无常啊。那么既然为我所见，当然非我所住在也，所以叫问我，自己做不了主啊。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主宰的意思啊，我所主宰那是我，在这个世界找不到我，我对身体不能主宰啊，如果能主宰，我让我这个身体永远不老，做不到啊啊，我让我这个身体永远不生病，这都做不到啊。啊，对自己的身体都做不了主，你怎么能对身外之物做主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所以佛教弟子，你们想跟他一样修行正果成佛，真想跟他一样，佛就叫你先放下身外，把我所有的统统放下啊，只维持这个身体三衣一钵啊，印度是热带，没有春夏秋冬，
只有雨季跟旱季，干季。啊，所以三一足够了。啊，树下一宿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地下铺一个兽皮，啊，垫在下面。啊，现在呢，用一块布做垫子。啊，但是没有人在野外露营了。啊，所以这块布叫尼斯坦。巴利文也是这个发音。现在用的什么？拜佛的时候铺在拜垫上。其实他不是铺在拜垫上，他是铺在地下晚上睡觉的。啊，那么这些东西，一个出家人随身携带的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啊，三一跟这个尼斯坦都要带在身上，不能离开的。啊，那么现在尼斯坦用不上了，没有人带着了。啊，斯里兰卡的法师还有人带。也有人不带的，啊，还有人带。这是因为佛陀那个时代生活习惯跟现在不一样了。现在物质生活科学发展之后，物质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，啊，对人类确实有很多贡献。但是，我们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。由于物质突飞猛进，我们把伦理丢掉了。把道德丢掉了，把因果丢掉了，把圣人的教诲统统丢掉了。那么造成什么？造成今天社会的动乱，造成地球的灾难。我们付出代价是这个。啊，古时候虽有战争，我们可以远离战争的地区。啊，但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核武战争，我们无处躲藏。那么我们受到战争的威胁，让我们的生活没有安全感。啊，这在过去没有。啊，中国人在二战的时候还有地方避难呢，到深山里面去，那是军队不会到达的，能够避开战争。现在核武不行了。
啊，那么生活在这个时代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核武的威胁。啊，这个战争是毁灭性的战争，真的不能打。啊，打的时候没有输赢，没有胜负。啊，打败的，这国家完全毁灭了；打胜的也毁灭了。没有胜负啊，同归于尽呢。那什么人会发动呢？疯狂了，没有人性的。啊，可不可能呢？不能说不可能。啊，世界有识之士都希望这些拥有核武国家把这些核武全部把它毁灭。谁肯听？谁肯照你的意思去做？没有人肯干。啊，现在人想的，我毁掉，你有，那你会灭，把我灭掉。人人都有这个念头。啊，核武会继续往下发展。不会毁灭的，往下发展就越来威力越大。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啊，这不是天自然灾害，这是人祸啊。人祸可以毁灭全人类啊，那么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会体会到中国古圣先贤为什么不发展科学。我们今天对于古人产着一份无比恭敬的心啊，他们知道，他们有智慧。这个东西发展对人类没有好处，只有害处，没有好处。不走这个路子，啊，不要这些科学技术。古老的生活方式不是也很好吗？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斯里兰卡是个例子。守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生活方式，到现在2500年，我们到斯里兰卡去逛逛。回到2500年前，挺好啊。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，不是很好吗？我们到那里看到。啊，那个地方人没有贪心，啊，没有嗔恚，贪嗔痴慢都没有。啊，人与人相处
一团和气，这个国家依旧在发展农业，自给自足，不走西方科技文明的道路。他们明白了，要走西方路子，自己会灭亡。愿意保存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，依然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是智慧，不愚痴，真是智慧。现在他们国家的时候，目前在建几个港口，高速公路跟这个机场，其他的他们不需要。国土面积不大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普通一般飞机半个小时就到达。那么将来高速公路开了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不超过两个小时，那国家就这么大，这就很方便了。永远维持立国的精神，把社会和谐做一个好榜样给世人看，特别的是以宗教之国，斯里兰卡是以佛教之国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所以我们想在那边办一个宗教大学，团结全世界的宗教，学习自己的宗教，也学习别人的宗教，然后你才恍然大悟，所有宗教走的路不一样，方向一样，到达的地区终点站是一样，所以宗教是一家了。宗教与宗教之间这个相争毫无意义，那是迷而不觉。每个宗教经典我们读多了就明白了，觉而不迷，我们对每个宗教都爱，真诚的爱心，都礼敬，无论你选哪个都好，你只认真依照你的经典，依照你的教义去落实去做，人人都是好人。
啊，所有宗教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字。啊，你看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宗教，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，这三个教是一家人，一家三派。啊，这早年我在新加坡，啊，有一天，李牧原居士带了几位从欧洲来的客人，啊，他们问我，啊，我对于西方这三个宗教怎么看法？我当时告诉他，我的看法，这三个宗教是一家三派。哎，他们感到很稀奇，怎么一家三派？我说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，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，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。哎，他们都点头，你这个比喻很恰当。他们都是用一部圣经的，犹太教用旧约，不承认新约；基督教用新约，不用旧约。啊，天主教新旧约都用。啊，他崇拜圣母玛利亚，对，一家三派呀、啊。他说：“没错，是有道理。”然后告诉他，还有伊斯兰教，伊斯兰教你们是表兄弟、堂兄弟，还是一家人呢、啊？一家人要团结，啊，佛教跟大家在一起，啊，不是堂兄弟就是表兄弟，所有宗教都是一家人呐、啊，要互相学习，要认真学习，啊，希望宗教教育能够化解所有冲突，帮助这个世界永续的和平。啊，这个就有意义了，这才是真正是上帝的儿女。啊，决定不能搞宗教冲突、宗教战争，那是错误的。啊，宗教的起源，兴起那个时候，有受敌人的压迫，啊，好比伊斯兰教，穆罕默德在传教的当年，阿拉伯的周边都是他的敌人，都想把他消灭，所以他就说出了圣战，圣战上保卫自己，不是侵略别人，啊，是自己被侵略的时候要保卫自己，啊，而且如何对待敌人，这个《古兰经》上有。当敌人放下武器投降的时候，要把他当作兄弟看待，多么仁慈啊！这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。
啊，拿起武器是敌人，放下武器我们是兄弟。值得人尊敬啊！啊，我希望这个世界上也能在二三十年之内，宗教做出榜样出来，啊，至少是一个国家，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就一个宗教。啊，把宗教呢完全落实在这个城市里头，这个城市的人民生活完全依照这个宗教，宗教治国。啊，我三次访问梵蒂冈，都跟教皇建议。啊，我跟本笃十六，前面这个教皇，他现在退下来了。见面呢，我才问到梵蒂冈的面积多大。啊，他告诉我51亩。啊，这个出乎我意料之外，怎么会这么小？啊，人口有多少呢？不到1000人。啊，所以我就进一步的推想到罗马，他就在罗马城里头。罗马这个城市，这城不大，古城。这里头属于你们的教会教堂有多少个？就400多个。我这很可观。400多个教堂，如果每个教堂天天讲经教学，那好事情啊！一年，罗马城就变成了这个地球上的天主教的天堂。啊，大家要想学天主教，到罗马去看。啊，罗马每一个人民都是天主教徒，都是依照圣经教诲来生活，把它做出来呀！啊，圣经里面所说的理论、方法，我们要把它兑现。啊，借条统统要依教奉行。啊，基督教也选择一个地方、一个城市做出来。啊，伊斯兰教也要做出来。啊，每一年全世界宗教，啊，这些宗教领导人在联合国开一次会议。啊，见一次面，把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精神落实在这个地方，收到些什么效果，向大家报告。在联合国报告，就是对全世界人类的报告。啊，欢迎大家来访问，来观光，来学习，啊，宗教团结成一家了，啊，我在斯里兰卡跟马先达总统谈过。啊，希望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中心点。啊，作为团结宗教的核心，他说
就在我斯里兰卡做。行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斯里兰卡可以说是今天世界上和谐示范的国家，这个国家一片祥和。啊，这个祥和怎么带来的？佛教这些出家人教出来的，啊，他们全国有1万多所寺庙，全国的人民2000万人，有1万多个寺庙，啊，一个寺庙，我给他估计没问啊，这是我心里估计的，一个寺庙就算7、8个人吧。那么全国出家人就有7、8万，这7、8万是老师啊，啊，这些人天天在讲经教学，啊，把人全教好了，啊，这个国家的宪法明文规定，全国遵从佛教。佛教在全国是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啊，总统，啊，豪富，只要是在斯里兰卡人，见到出家人，都要礼拜，啊，要行跪拜礼。啊，总统必须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不是佛教徒，他被选上总统，赶快去皈依三宝，因为就职典礼是在寺庙里头，啊，由出家人主持，啊，人民才会相信你是好总统，啊，宪法规定。啊，全国接受佛陀教育，教好了。你看佛教基本的教育，他们天天教。三皈、五戒、十善。啊，在家的人，八关斋戒。啊，有空闲的时间就修八关斋戒。啊，不到娱乐场所，那些地方他们不去。下一次我去的时候问问，斯里兰卡有没有娱乐场所？可能没有，因为他们有时间呢，就去受八关斋。啊，好好在家里不出门念一天佛，他不到那些场所去。啊，听法师讲经。啊，国家广播电台早晨从4点钟开始，大概到8点钟，这早晨，通通电台打开，都是诵经念佛。啊，讲解三皈五戒，天天讲啊，天天劝啊，啊，人都劝好了，啊，从小孩就学习，它是一个习惯，啊，小孩规规矩矩，啊。没有外国的小孩那些活泼，那调皮活泼没有。啊，小孩都很守规矩。啊，相貌好。我们看出这个国家前途。啊，世界的安定和谐。
我这一代看不到了。大概要多久呢？我的看法总的30年之后，30年之后我们不在了。虽然还小朋友成人了，啊，他们将来的时候发挥佛教的大慈大悲，联合全世界宗教的大爱，啊，神圣之爱。这个世界就大放光明啊！宗教教育能在全世界推动，宗教教育里头它的基础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神圣的教育啊，这个东西在世界一普及，世界和平就回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一段，师尊在介绍，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的德风，啊，风能说法。苦空无常是小乘，啊，波罗蜜身呢是大乘。这两句代表一切诸佛如来对众生所说的一切法。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：极乐国土，水深风深。戒言妙法，往生论纪云：凡身悟深远，微妙问十方。这两句，我们要把它做出来。啊，现在的科学技术没问题。我们用卫星电视，用网际网络，啊，我们用的是解说经典，做了不少年了，希望呢，我们这个将来能扩大，有音乐，啊，佛教的翻倍。有人能够利用这个工具每一天延长，把经典，特别是寄诵这些词写得非常美，配上乐章，能把它唱出来，表演出来，用歌舞来弘法，啊，用戏剧来说法，大家就更喜欢了。啊，像《华严经》53参，最好的材料啊！啊，53个连续剧，啊，每一个连续剧。10个小时，差不多。啊，演出来，10个小时，一次播放1个小时，就10天。啊，非常有味道啊！
啊，小朋友学习翻译，我们看到非洲小黑人啊，他们上台表演翻倍啊，唱得很好听，表演背诵经典，背诵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，我们都听到。啊，用的是华语。啊，这是台湾一个法师，他在里面做的，做得很有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们读的这个经文要有感触，要想到怎样把它做出来。向西方极乐世界学习，楞住解释微妙，出有而有，曰微。出有者，除三有也。看看我这个地方有没有三有。啊，有，在第二页。三有，这是菩萨善解经跟大智度论里头所说的。三有者，欲有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有是什么呢？有是因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是果报啊，因必有果，果必有因啊。三有是讲的三种因啊，六道众生啊，过随所作善恶之业，即感善恶之报，因果报往，故名为有。啊，那我们将来人在这个世界跟出生不一样，人知道有死亡，而且无法避免死亡啊，世间绝对没有一个长生不老的啊，那是一种希望啊，没有这个事实。死了以后到哪里去？古时候人都会想到这桩事，啊，而且呢，古时候人相信，人死之后啊，身体死了，灵魂存在啊，佛教传到中国，把轮回的概念带来了。啊，轮回这个概念不是佛教的。古婆罗门教的啊，佛教的历史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，现在世界上人承认的2500多年，婆罗门教呢
学术界承认至少8000年。啊，最古老的宗教。而他们自己告诉我，他们应该有13000年。啊，比世界承认的要多5000年。啊，那么佛教在中国历史所记载的是3000年。啊，跟现在外国承认的差距是600年。所以婆罗门教讲的是不是真的呢？我们相信是真的。那就是婆罗门教他见到了。怎么见到的？他们修禅定，四禅八定，是释迦牟尼佛从婆罗门教来的。带来的啊，所以佛教开始学佛要修四禅八定，叫世间禅定。这个禅定没有超越轮回啊，但是是禅定的基础啊，不从这里修啊，不能提升。那么在禅定当中，六道空间维次没有了，所以你能够见到四禅八定修成功了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到色界天去了，到无色界去了。啊，欲界有6层天。6层天上面4层天修四禅啊，没有修成功，生到那个地方啊。四禅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初禅如果修成功了，得到禅定了，他就到色界天去了，不在欲界了。啊，欲有没有了呢？欲有，虽有，它的定功控制住，它不起作用。定功失掉了，这个欲又起心了，它就堕落。所以，它要不往上修，它肯定就往下坠落。到第八定也如是，第八定生的是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六道里的最高的啊，他再不能突破的话，寿命到了，定功失掉了，他就堕落下来，他会堕落到欲界啊。所以这个不究竟呢，这个不圆满呐！啊，我们看啊，但是它是佛教的基础。我们看这里说的三有，欲有，为欲界、天、人、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个个随其业因而受果报，故名欲有。啊，于是没有离开欲望。啊，为什么说他欲？他重视，他放不下。啊，欲望对身，他贪念。啊，有自私自利，
有名闻利养，啊，财色名食睡，这叫无欲。对这些东西生起贪念，想得到，啊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就会造业。啊，造的什么业呢？贪嗔痴慢。啊，贪嗔痴慢严重。佛告诉我们，果报在三恶道，贪心是恶鬼道。啊，你这一生当中拥有再多的财富，贪心不舍，那个财富是决定带不去的。啊，死了之后，恶鬼道去了。啊，第二种嗔恚心，啊，怨恨不平，傲慢，啊，嫉妒，这些心念头行为是地狱道，嗔恚堕地狱，愚痴是糊涂，善恶不分，把善当作恶。把恶当作善，颠倒啊，这叫愚痴啊！啊，愚痴的人生畜生道，啊，畜生愚痴，他没有善恶辨别善恶的能力，这是三恶道的因啊。人道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五伦四维啊，五常八德，中国传统文化就这四课啊。啊，这个四课的教化，我想至少也会超过一万年啊。我们能想到，没有文字，不能说他没有文化。啊，他没有是非，不可以这么说法。文化决定早于文字。啊，所以我们相信五伦、五常。就这两样东西，我认为它不会比婆罗门教少，至少也有一万三千年啊。到黄帝创造文字之后，古圣先贤才把它用文字记载下来，这两样东西传十万年都不会认错，这少啊，精要啊，精华啊，五伦就二十个字，父子有亲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二十个字，这能传错吗？我相信传十万年都不会传错啊！人们记得了，一定要落实，要做到啊！这就是文化。无常五个字，做人的标准。什么叫人？这五个字做到就是人，承认你是人啊，你还是个好人。五个字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跟佛家讲的五戒意思完全相同。五戒第一个不杀，
不杀是仁，不道，不道是义。啊，不淫欲，不邪淫，是理。啊，不饮酒是智，不妄语是信，跟佛家的无性无界完全相同。这五个字能做到，佛说不舍人身，你来生的时候不会堕三恶道，决定还是人天，修得更好就升天了。所以人要懂得爱人，要懂得关怀别人，啊，爱护别人。我们爱人，别人爱我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我们关怀别人，别人关怀我，我照顾别人，别人照顾我。啊，这是一定的。啊，以后应该在春秋时代，啊，管仲提出了四维，这四维是讲治国，啊，四维是礼义廉耻，啊，治理国家。那个时候，国是小国，就是一个城市。啊，城市国家，啊，要把人民教好管好，领导人，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要把这四个字做好，啊，要有理，要有义，啊，要有廉，廉是廉洁，不贪污，要有耻，是知道羞耻。这四个字有了，这个国家一定兴旺。这四个字没有了，这个国家不容易存在，会灭亡。那么应该在同一个时期，圣贤提出八德。这个八德是孝悌忠信、礼仁爱和平，总共归纳起来十二个字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，这是中国人。啊，中国人在地球上非常自豪，这十二个字做到了。啊，这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那么这个字推行全国，泱泱大国，推行到全世界，世界和谐啊，世界大同啊，不是做不到，真正能做到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啊，三由还没有讲完，下一堂课我们接着讲啊。